爱妃为何对着一朵桃花伤悲呀？参见陛下。啊。陛下，臣妾是在感叹，为什么动人的东西总是这么短暂？越是迷人，就凋零得越快。是啊，朕如今正觉得意气风发，却时刻感觉到岁月逼人。朕日思夜想，以求得长生之术，好助朕完成这千秋的霸业，却总是求之不得呀。陛下，贵为天子，也与桃花有一样的烦恼。爱妃果然懂得朕心呐。朕今日正事繁多，无暇前来看望爱妃，使爱妃感觉寂寞，难免有些多愁善感呐。哦，这不是爱妃的图案狩猎服吗？倒不如爱妃再去打一次猎，散散心。哎呀，想起来又令人悲叹呐。陪同爱妃狩猎的蒙恬将军已经不在人世了，倒不如就让蒙毅接替兄长的职责，陪爱妃再去游一次猎。爱妃，你的意下如何呀？臣妾多谢陛下眷顾，就依陛下说的办吧。好。来人，传旨。娘娘，前面发现了野鸡，拿弓箭来。是。这。娘娘射中了，快，快去捡回来！末将来迟，请娘娘恕罪。你就这么喜欢当蒙毅吗？既然娘娘无恙，就请随我回去吧。小川，你真的不喜欢我了吗？那么在凋零前，让我再感受一下它的美丽吧。曾经的那个易小川，他深深地爱着玉树，永远永远都不会改变。
可是蒙毅，他不能爱丽妃娘娘，这也是永远都无法改变的。那你是小川还是蒙毅呢？你又是丽妃还是玉树呢？曾经的那个玉树，他有机会和小春一起远走高飞，可是最后他选择留在咸阳，因为他是图安的公主，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现在是蒙毅，是蒙家郡的统帅，也有无法逃避的责任。他们有选择的机会，可是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。那么我还有见小川的机会吗？除非这个世上不再需要蒙毅了。我来是要把这个交给小川，让他再看一看盛开的美丽，但是小春现在却不在了，请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，告诉他明年桃花盛开的时候我等着他回来。让我再拥抱一次小川，也让小川再拥抱一次我吧，让我有坚持下去的力量。请你帮我告诉小川，我会好好的，好好的活下去，带着笑，等着他回来。绝不能回头。不要让他看到我的泪水，不要让他再为我担心。我不能回头，绝不能回头。不要让他看到我的泪水，这会带给他万劫不复。叫！娘娘，娘娘！玉玉，人有悲欢离合，
月有阴晴圆缺，自是古难全。苏东坡他老人家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原来将军早有准备，末将今天也要好好活动一下筋骨。哎，我正想看看这支队伍的战斗力。让他回去给主子报个信。滚滚滚！弟兄们，今天是你们第一次实战，你们反应迅速，能够合理的运用战术，人人都奋勇向前。不过今天你们是以多胜少，所以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，不能放松训练。今后会有更加艰巨的任务等着你们。田武长，你带几个兄弟去审问刺客。是，队长。其他人解散。我发现他们的胸口怎么也有蒙家军的虎纹呢？你别蒙着脸了，让他看看吧。德香，庞将军亲授德香一拜。德香姑娘，亲授庞某一拜。德香不敢。德香姑娘，庞某最佩服的就是英雄好汉。今日才知道，姑娘原来也是个巾帼英雄，真是让我感到又佩服又后悔。庞某是个直肠子，以前错看了德香姑娘，说话做事多有冒犯，请姑娘一定别放在心上。再拜一下。将军也受德香一拜。我说你们俩这么拜下去什么时候拜完？看看这个。和刺伤蒙恬将军的暗器一模一样啊。没错，这个赵构实在太过分了，这次我们一定不能饶了他。我们抓到了这么多活口，只要有人招供，赵构肯定无法抵赖。将军，将军，大事不好了。看来这些刺客出发前就服下了定时发作的毒药，不管刺杀是成功还是失败，这些刺客注定有去无回，这样一来我们就死无对证了。这个赵高还真是狠毒啊。他现在不仅是狠毒，他还老谋深算，他不想给我们留下任何反击的机会。大人，
大人！哎呦，大人！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本来我们把蒙毅的人团团包围起来了，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，不想杀出一批武士，把我们打得大败呀！只有我一个人逃回来了，其他人全被活捉了呀！哎呦，那他们现在怎么样？大人，在出发之前，我已经骗得所有刺客喝下了带毒药的壮行酒，此刻他们已经毒发身亡了。大人，您真是神机妙算了，蒙毅他们就算查出是我们兄弟干的，他也不过是守着一堆尸体啊，也死无对证啊，大人。不对不对啊，我们有一个死士军团，难道蒙毅也有一个？哎，大人，我看呐，蒙毅的人个个训练有素，比我们忠义馆的人还要厉害呀！还要厉害？还要厉害啊！哎，不对呀，我们今天行刺计划败露，蒙毅他会不会反击呢？大人，我们兄弟三人力保大人无恙。力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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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力保还站在这干嘛？是，站在这干嘛？是，你要干嘛？大哥，走，哎呦，哎呦。什么时候开始把门上锁了？你鼻子没事吧？庞将军有什么事吗？将军，哎呀，德香姑娘，德香姑娘，庞将军说刚才一着急，说忘了把这个给你。现在派我送过来。你干嘛一直看着我呀？哦，将军下令了，说让我看清楚一些。姑娘是高兴呢，还是不高兴？回去向他禀报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哎，你看要跨步跨步啊，哎，你怎么最近怪怪的呀？三、二、
我只是在想一些国家大事。这小子练功偷懒，你替我好好看着他啊！是。我说你小子怎么回事啊？那么偷懒呢？庞将军最近怎么回事？消息打探的怎么样了？宫里刚发下诏令，秦皇的寿宴要大宴群臣，御膳房已经开始准备食物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次我们潜回咸阳，就是要趁着这场寿宴刺杀秦皇。东西已经从图湾送来，请娘娘过目。这两颗珠子是两种珍稀的毒药，你把它收好了，随时带着身上。接下来你要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，依计行事。是。在寿宴那天，秦皇一定会在大殿上宴请百官。宴会上虽然繁乱，但是每份送到秦皇面前的食物都要被严格检查有没有下毒，会有一个太监专门用银筷子试尝菜肴，另一个太监用银酒杯负责尝酒，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投入毒药。奶娘，你要想办法混入御膳房。你把红色药丸投入酒壶中，白色药丸投入菜肴中。这两种药单独使用都没有毒性，只有同时吃下才会产生剧毒，让人立刻昏厥，七日后七窍流血而死。这样就无法查出毒药的来源，也无人会想到与图安有关。为了确保无误，我和金将军也会乔装成琴师混入宴会现场。娘娘，如今就到秦皇了。陛下驾到。恭祝陛下岁至万年，寿与天齐。好一个岁至万年呐，那朕就依着诸位爱卿活上了一万年。诸位爱卿入席吧。啊，入席。难道出了岔子？不会啊，这两种药都是无色无味。这只有酒肉，没有音乐，是否太枯燥了啊？陛下，臣早就准备了五月，臣是不是可以现在就叫他们上来？哎，那些俗之庸粉，朕早已听腻了。要听，就听这天籁之音。诸位爱卿，今日朕有一件宝贝，要诸外卿见识见识。宣他上来吧。
高渐离，参拜陛下。平身吧。高渐离姬柱可是闻名遐迩，不过燕国父王后他也不知所踪了。高渐离和荆轲在一起的高渐离？诸位爱卿不要议论怀疑了，他就是姬柱为娶天下无双的高渐离，朕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到，一直藏于宫中独享。今日朕之大喜，就请诸位爱卿也来享受享受这天籁之音。高先生，请吧。遵旨。是他。公主怎么也来了？这下怎么办？事已至此，我们等着看吧。参见陛下。爱妃身体不适，不愿来赴宴，如今怎么又自己来了？这乐音实在让人陶醉，臣妾听得身不由己，还没醒过神来就已经来到了大殿。哦，朕若知爱妃如此的喜爱，朕早就会叫她亲自为爱妃演奏。来，到朕这里与朕一同欣赏。Thank you.
朕与爱妃共饮此杯。娘娘，公主已经喝下药酒，如果稍有差池，再吃下那道菜，公主就会。娘娘，这种毒是无药可解的，你走下决断呢。高渐离，此曲朕怎么没有听过？这是草民潜心多年所作之曲，只因没有想出更好的尾声，故一直没有成曲。今借陛下华诞之大喜，臣终于想出了尾声，这才出手演奏。那你再坐近一些，让朕听得清楚。遵旨。此曲名为《绝响》，陛下请听。秦皇一旦错失了这个机会，就再也没有时机了。可公主会死的，我的女儿会如何不心疼？但是这次我们必须这么做。秦将军，这是我的命令，难道你要造反不成？赦免了你的死罪，你为何还要刺杀朕？我与荆轲乃生死之交，荆轲死于你手，此仇焉能不报？我把自己眼睛弄瞎，就是为了让你放心，好接近于你。不料还是如荆轲，功亏一篑。我虽是一败，但你这暴君必将死于非命。
刺里，将他碎尸万段，散于天下，散于天下。朕就让天下人都知道，与朕为敌者就是他的下场。哼！蒙将军，这支祝琴可以给我吗？娘娘想要，如何不可？只是这琴已破。我与他相识的时候，正是桃花盛开。他给过我一息的美丽，我怎么能忘了他？太监是蔡梅氏，陛下和丽妃都喝了也没问题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金将军，我一直以为你忠心耿耿，没想到你竟敢违抗我的命令。娘娘，事关危急，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公主丧命。为了达成目的，就一定会有牺牲。为了图安，我们必须准备好随时牺牲自己。玉儿也一样。为了图安，臣可以随时牺牲自己。为了公主，我可以放弃一切。这一切，这一切也包括图安吗？玉儿为了一个蒙毅背弃了图安，你又为了玉儿也要背弃图安，难道图安在你们心目当中就这么无足轻重吗？